咋给他弄啥呢？拍拍拍的，做蛋糕嘞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看不出来吗？蛋糕也没人过生啊？东东几个过生的呀？哎，假装你几个过生、我过生来给我做个大蛋糕。这样吧，那乖，我给你运图啊。好。好了，第一次已经拍好了，可以看了。好。哎，就放这个。千万别碎啊！哇，没碎，而且还特别圆。第一层成功。没赶紧回来弄第二层嘞。好。东东，你放心吧，你的生日蛋糕俺肯定给你做的又大又香。哇，我就喜欢大蛋糕，不光大还得弄好几层嘞。要不给你做个六层吧，六六大顺嘞。哎，对，正好东东也是个老六啊。你还老六嘞？这个也关了，看走。哇，不大不小，刚刚好。来做第三层喽。好。我还是第一次用土做蛋糕嘞，真好玩。你没见过的多了嘞。好了，第三层好了，都能看。好嘞。哎，这都能碎了。哎，都能没碎，蛋糕碎了。哎，再修修。哎。这样好像好了。哎，都这儿吧，第四层。来，给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不多不少，刚好六层。下面咱祝董农六岁生日快乐。哎呀，不是六岁，是六十大寿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六十，我哪有人老啊？他爸都没六十。开玩笑，开玩笑的啊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花花，那几个该到哪了？妈，俺给东东做蛋糕嘞，你还做大不大？耶，这几个小孩还喜欢玩嘞，蛋糕做的还六层的吗？对呀，俺从来没有吃过六层的大蛋糕，所以俺做了一个六层的大蛋糕。咋样，不错吧？做的是不孬，但是你没有一点花装饰吗？花？哎，有了。哦，你帮我收留点花呗，那给你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哇，哎，插上去。哎，白搭一朵。装上花之后更像真的蛋糕了。对呀，哎，东东生日快乐啊！哎，快乐快乐！哎，下回给我整个真的六层蛋糕哈。过来，那咱再装饰装饰吧。好。哎，看看你，哎，看这个，耶，这个。